两。他出一百万两。什么来头啊，这个货呀！我愿意出一百万两，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。一百万不够。黄金。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我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这个女人要不要点脸啊？抛头露面花银子买男人，怪不得人家看不上。男人花银子买女人天经地义，就不准女人花银子买男人了。哼，还真是泼辣。本少爷今日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将来自然有人收拾你。哼，我刀烈香今日就站在这儿，看谁敢来收拾我。好大的口气，你还真以为天下只有你们无刀城啊？宵小之徒竟敢如此放肆。烈香，坐下。这世界很酷。